别出来就行了，带着一点尊严离开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可能没有人跟他说过，在家里待久了吗？所以没有形成这种概念，对吧？记住啊，别再出来了，就是最好的保留自己尊严的一种方式。因为不出来至少代表着说我明白了，我错了，我还可以改。剩下的一分钟，你们看你们自己怎么利用吧。一起进入到港荣蒸蛋糕，好吃不上火，黄金六十秒。我也感觉嘛，你说了这么多，其实这些问题我也认识到了，刚才老师也说了这么多，可能这以后我会尽量的去改这些吧，但是我还是不想说是我们就因为这些事情去分手，我想我以后会改得更好的。不，你每次我们吵架之后你都说你改你改，这我们都吵了多少架了，不是每次改你说改了就没几天你就又成这样了吗？你现在反正我是没办法相信你的。可能你现在不相信我，但是我就想最后再求你一遍，我这次真的会改，希望你能再相信我一次。那我现在我觉得我做不到了。哎，时间到，请回吧，两位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 PPTV、 吉利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，下载使用天天圈，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兔磊一对一的指导。那么这对情侣他们最后如何选择呢？特别是男生，请